这五个人，刘哥能拿下来吗？拿不下来，他那齐王的称号可就砸了，咱们齐社的招牌也就挂了。 厉害啊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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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三台徒弟要大龙，才是刘哥的绝技呢。嘿，哥们儿，该交枪了。输了，承让了。唐三又举棋不定了。 看葛老爷子这骑士大气磅礴、开阔纵横，有点武功正术那意思啊。<笑>那你说老刘下一步在哪入子？那肯定是大飞抢东厂。 刘怎么了？这帮老爷子走棋呢？果然名不虚传，佩服，过奖。好，哎，棋王就是棋王。哎，真是棋王，真是棋王。 喂，老妈，行，啊，知道了。嗯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就多吃。来，儿子吃这个。畅，要是有一天我和你爸分开了，妈。 我班有49个同学，6个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，我不想做第七个。那你喜欢当齐王的儿子吗？喜欢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都快吃完了。遇到个朋友，聊了几句。我走了。 回家写作业去了，你们吃吧。川儿，看着点车啊。哎。部长，这么多好菜，怎么不上瓶酒啊？服务员，上瓶啤酒，冰镇的啊。你也喝一杯吧。你喝吧，晚上我还要值班呢。 真快啊！我是说，咱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儿。是啊，一转眼川儿都那么大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什么能力没有，除了站柜台就会下棋。那年拿了个商业系统联赛的冠军，就把你这白衣天使骗到手了。有时候想想啊，我都觉得你这混街的不值。
也没什么不值的，那个时候是我愿意。那个时候你愿意？是啊，那个时候你愿意。这围棋要想活棋，得有两只眼，在咱们家，儿子是我的一只眼，你是我的另一只眼。虎儿啊，我不知道你下一步棋想怎么走。你就听我一句，把棋社当教练的活辞了，别这么一天到晚的瞎折腾，找个正经工作好不好？不好。 我是个棋痴，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就是围棋。找个正经工作我也干不好。要这件事情，我们说了好多回了，我做不到。我爸好酒，他常说酒是老爷们的觉，一天不睡受不了。我不好酒，我好棋，棋是我的梦，一天两天不做梦还可以，那从此就没有了梦。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 那你还说过会爱我一辈子，可你现在呢？宁可爱棋，也不爱我。笑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爱你了？再说，你和棋又不是情敌，你跟他争什么呀？刘医生，你混蛋，离开围棋你就不会说话了是不是？我怎么都嫁给你了我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 你跟我生气，你把他弄成这样干什么呀？人总得有点乐趣吧？我的乐趣只有在围棋里才能找到。当年恋爱的时候真应该教会你下围棋，你就不会现在玷污这只眼了。行了，别给我提你的围棋。我可告诉你，绝不能让儿子沾你的破棋。他要是和你一样，这辈子就没希望了。你放心吧。 我不会让儿子走我的老路的。刘哥，是你叫我来喝酒的。你说你现在又不说话，这酒怎么喝呀？嫂子又跟你闹了，这还真过不去。你说你当初听我的多好，咱们俩联手，我靠嘴你靠棋，那天下无敌呀，赚多少钱？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会跟你去赌棋的。再说我翻脸了啊！不，你为什么呀？我不会拿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当赌具。也就是嫂子了。你要换个别人，你下岗这么多年，成天泡在我哥那破棋社里头，人家能跟你到现在呀？我也去找个工作。人家问我学过啥呀？我是营业员。 干过啥呀？站柜台，有啥特长啊？下围棋。连听的人都笑了。我不怨，我什么也不怨。人这一辈子呀，就是一盘棋，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又不能悔棋。你看你，又来了。你整天呢，什么事不想，什么事不管，什么事不干，只顾着下棋。 就是那职业棋手，你也比不过你吧？这回好了，把婚一离，我一个人一月300块钱无牵无挂，儿子归他，这样儿子也好了，他也好。 现在问题是怎么跟孩子说？
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和你结婚的全部家当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，我走，把房子留给你和儿子，我一个人到哪儿都好对付。对付你就知道对付。和妈妈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你们离婚了？你们是不是想问我跟谁？川儿，你还小，大人的事儿啊，你不明白。我跟你妈不生活在一起了，可以后你爸还是你爸，你妈还是你妈，就跟以前一样，没什么。川，你们要真让我选择的话，我选我爸。为什么？因为妈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，爸要是没人照顾就完了。现在角和边都走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想到是中府。有句话叫金角银边草肚皮，那么这个时候肚皮就尤为重要了。你看，如果黑棋走这一手，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往中府发展。那么白棋可以选择这儿。稍等一下，川儿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找你妈妈去啊。嗯。这没到周六呢。明天学校要交书本费、体检费和学费，一共500。那你为什么不找我要呢？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的。现在爸爸给。川儿，记住啊，以后这些费用都由爸爸给，听见没有？做作业去吧。
OK， 好的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哎，董家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约一600块钱局，没工夫搭理你。哎，董家，你等一下，我忙着呢。就你说的那个事儿，我说的哪个？我得给川儿交学费。哦，刘哥，什么意思？您就直说呗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今天要是实在找不着人，那我去。这就对了嘛，凭本事赚钱那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应当的事嘛。当时我跟你说了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那行，那行，那行，那我这就安排去啊。那个，有句话呢要说在前面，赢了是你的，输了也是你的。哎呦，瞧把你吓的，吓你的齐吧。这是我约的场子，警察来抓，那是抓我，跟你没关系。下棋。怎么回事？你还觉得你没错是吧？那好吧，那就别走了。警察同志，这老刘除了下棋也不会说话。这样，我替他认个错，我错了。不不不，他错了。董老板，你们回去好好聊聊，这样下去对你们棋社的声誉不好，声誉不好，谁还会把孩子送到你们那儿学棋啊？是是是，一定一定，谢谢您啊。念在这初犯。认个错，签个字回去吧。留一手吧，留一手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再有一次这种事儿，就不用来了。川儿，川儿，川儿，川儿。等到5点都没回来，钱从妈那儿拿了。川儿，你明天洗把脸吧。啊，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要去姥姥家跟妈一起住。哎，川儿，川儿。川儿，你不都选罢了吗？你干嘛到姥姥家去啊？你放开我！哎，川儿，放开我！川儿，你听爸跟你说，我齐王的儿子不做楚王的儿子。哎，川儿，爸就是想把你那学费给你赚回来。爸这么想，爸是凭本事赚钱，没什么不合适的。川儿，你还小，好多事情你不明白。可今天，爸也跟你说说，人家管我叫齐王，
是因为爸爸在下棋的时候把别人都给赢了，可在生活中，爸爸一切都给输了，包括你妈。今天爸爸就剩你了，爸爸不能再把你给输了。儿子，爸向你保证，从此以后绝不再赌了。原谅爸爸吧，好吗？爸，后天开家长会，你去吧。儿子，今天爸这课讲的怎么样？挺明白的。嗯，那怎么有的同学说听不明白呢？我天天听在听不明白，那不成傻子了？反正也说不上懂，我就是听多了能记住。我儿子记性啊，真是没得挑。刘哥，刘哥，帮帮忙，一定要帮帮我。帮你忙可以啊，但我不会帮你下彩旗。别呀，咱不能哪跌倒哪爬起来吗？去去去，一边。别，刘哥，刘哥，救命的事儿，救命的事儿啊！人家说了，不见着你不干，看那架势，见不着你要收拾我，那更好办了啊！打电话给110，反正咱们现在认识警察叔叔了。不是，他们是那个。你又来干啥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找刘哥有点事儿。巧了，嗯，我找老刘也有事儿。老刘，帮我使灯吧。川儿，先回家吧。哎，刘哥，哎，别没事找事儿。谁找事儿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怎么能行呢嘛？这啊，这就哎，我跟你说，打死你不行！哎，不，打死我也不行！哎，总之一句话，不行！哎呀，别废话了，不行也得行！走，不行！走了！哟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啊！这位就是棋王刘一手先生。久仰。这位是，我是谁不重要，来，开局吧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这次大赛，咱棋社有15个学员参赛，你怎么也得有5个进段的，这可关系到咱棋社的声誉和声援问题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你试试劲。我呢，再给你加点薪水。你刚离婚，带孩子不容易。现在给你开300，下月我给你开800。只要大赛成绩好，我给你开1000。不，我给你开1200。真的？谢谢总老板，谢谢啊。不用谢我，你只要把棋社当自己事儿来做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哎呦，这小子怎么又上来了？谁呀？来，你给我看。这两天他老收拾我。是吗？输了，就你这水平还敢叫棋王？哎，您老这是水平高，实力强。咱们今天呢一盘定胜负啊，这钱您收着。钱我不要。刘一手，两条路，要么你正式把棋王的称号让给我，要么你就改名叫刘臭鼠就行。哥们儿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一盘棋，不至于吧？不行。刘一手，说吧，现在改叫什么？我叫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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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刘臭。胖叔，要喊也是你喊，不许顶我爸的名字。小同学，你爸是谁？我是齐王刘义守的儿子，要下跟我下，下赢我再跟我爸叫板。好小子，来，咱俩下一盘。哎，走，别胡闹，回家去。我没闹，我爸是齐王，永远都是。我持黑先行。唱。不，在这儿拆衣，抢先手。老六，今天多亏你在这儿，要不我可丢大人了。这东方不败，西方更不能败，是个高手啊。那当然，能连续杀我五局的人我都没见过，不算你啊。我看你把网名都改了，百战百胜输一回。就因为这网名，我才碰见他的。哎呀，这五局给我杀的，血压都上来。我赢了，你可以交枪了。现在就算所有的官子儿都是你的，我也净剩十目，刨去贴仙的七目半，我二目半剩。川儿，人家看你是小孩儿，没跟你好好下，让着你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赢了。哎，董叔，我会下棋这件事儿，你可千万别跟我爸说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小子，真的输了，真输了。他说赢我两目半是给我面子。啊，拿钱吧。爸，你喝醉了？没有，他今天高兴。哎，高手过招，人生大快事。爸，您赢棋了？那是。哎，今天这棋啊，下得太精彩。从开盘到中盘，一直在绞杀。他来一个尖角银边草肚皮，可爸就要这肚皮。这个肚皮让他恨的呀，他就请消，请消不成啊，他就打入，借着他那几个弃子，他想成活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？爸就让他成活，他活了。可是，爸把他的脚给掏了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又不懂。说正事儿，那个董伯伯已经答应我了，这月给我涨800，下月就给我涨1200。1200，这么多？是啊。这儿，爸跟你好好谈谈啊。促膝谈心，促膝谈心，你懂吗？那当年，你爸跟你妈那就是促膝谈心才谈到一块儿的。儿子，从今以后，咱爷俩好好过，过给他们看看，缺了谁，咱们也能过得好，而且越过越好。我是谁？我是刘一手，是齐王。你爸爸是齐王。我知道，我是齐王的儿子。对，你是齐王的儿子。爸，我给你投个热毛巾去。嗯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我是谁啊？我是齐王刘一手。刘一手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川儿，记着啊，这种东西一个月顶多吃两次，不能常吃啊。妈，我知道，我可不想变成胖叔那样。跟你爸过得怎么样啊？还好啊。什么叫还好？就是比很好差一点，比不好好一点。哎妈，我现在都会做饭了，回家我给你下面条吃。好。
妈一定吃儿子口下的。你爸呢？啊，挺好的。董伯伯都给我爸涨工资了，一个月1200呢。妈，你不是说我爸不能挣钱吗？这个你不懂，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妈，回家吧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亲眼所见。哎呦，这下月在大赛上给我露一脸，我这骑射就火了，我还愁什么生源问题？可不是嘛。不过哥，有一个问题啊，刘哥呢不让川学骑，为什么？那扼杀天才。我跟他说，别，千万不能去。刘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犟，死犟。咱得想一个办法，让刘哥呢知道小川是个天才，对吧？想法挺好，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啊，咱这么办。川川川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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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董叔，有事儿吗？昨天那事儿没跟你爸说吧？没有啊，董叔也没告诉我。那当然，这咱俩的秘密嘛，啊？哎，谢谢董叔。哎。不过你还要帮董叔一个忙，再下一盘棋。嗯，不行，我怕我爸知道。你爸知道不了，咱们是电话里头传棋，谁知道是你下的？哦，对了，你能下盲棋吗？盲棋？跟谁下呢？是咱们这儿的一位尊神，穆老爷子。咱们这儿的前辈高手，我都领教过呀。没听说过还有位穆老爷子呀，他是那个他是民国时候的国手穆香成的大公子，家传的功夫。老爷子今年能有70了，70多了，祖传的梅花谱居中秘。别胡说八道，象棋围棋都分不开。老爷子在北京工作，现在是退休回家养老，听说你这棋王的称号要跟你比划比划。可是老爷子年事已高，爱惜羽毛，他想和你的棋王下这盘盲棋，成吗？成，太成了，一切听老爷子的。哎，这么着，董家，你去传棋当裁判，告诉老爷子，这场棋我求之不得。哎，高手过招，人生一大快事。是，老爷子说了，他提出下盲棋，不好意思，他要执黑。哎呀，怎么能让老爷子执黑呢？按古理，长者持白，长者为尊嘛。我吃黑，我吃黑先行。嗯，好，董家，哎，传棋。哎，这盲棋，我得准备一下。老刘，开始吧。4-16，右上星位。啊，4-16，3-4小目。3-4小目，啊，16-4，16-17。不是川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能行吗？刚开局你紧张什么？你不说输赢无所谓吗？哼，16-17，17-14，小飞挂。老刘。感觉老爷子棋路怎么样？刚走了2手，没看出来。是，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盘棋深了去了，没准儿能载入史册呀。说什么呢？不信，走着瞧。6-3，大飞手脚。刚开始就敢这么走，好大的胆子呀！17-10。我就是吓唬他的，让他按照我的思路走。现在就开始战斗，我喜欢。14-16，小飞手。他敢这么走？17-17，拖。怎么了，川？这人够狠的，力量好大呀。那怎么办？17-18，奔。他怎么这么下棋呢？
满盘都是大肠，他怎么？要不把棋子摆上，帮你研究研究。董老板，我刘一手是那种作弊的人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帮你了，下棋下棋。他要不是高手，他就是不会下棋，偏不怎么走。叫他，长，拐头，哼，我一定要吃了他这一块。做梦！这么走，想造成结活？我的劫财比他的多。我抢先手。中控不能都给他。七之十七，退。九之十一，战。战。董老板，那边下棋的到底是什么人呢？穆老爷子。这棋下的那么锐利，那么有生气，就不像老年人下出来的棋。哎，那你别管，下完棋再说。今天我非要看看你能不能赢这盘棋。十六之十八，战。接上来。笑什么呀？我就寻思着他不敢不接上啊，这人凶归凶，可是下棋这么谨慎。哎，董叔啊，这人一定跟我爸下过棋。有可能。十六之十四，加。十六之十四，加。十之十八，接。董老板，跟我下棋的这个人我一定认识。不不不，这人你不认识。穆老爷子刚回老家。不对，这个人下棋很像我，善于力战，算路精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下一步棋九之十八挡。九之十八挡。这个人绝顶的聪明，我一定得好好认识认识。嗯，是得好好认识认识。七之十二，拐头。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。所以说人家是高手嘛，别着急，慢慢想啊。东叔，这人是哪儿的呀？我怕下不过他，要不然让我爸来跟他下吧。你爸一来，不就知道咱们干什么事儿了吗？那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靠自己，慢慢想啊。拼了，五之七，震。五之七，震。不行，这人太厉害，我得拿棋谱去。哎，干嘛去？五之七，震。五之七阵，怎么情？别打岔。四之六箭，我差点没让他给骗了。高啊！哎，实在是高啊！没想到咱们这还有这么高的棋手。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董家。你回来干什么呀？快点说棋呀！刘哥，你那么着急干嘛？我能不急吗？我想看看他下步棋怎么走的。那个，刘哥，你在他那个下一步棋走之前呢，我想问您一句话。你快说。您说跟你下棋这棋手他有没有天赋啊？什么叫有没有啊？太有了！只要你们俩人别胡说，他是什么老爷子就行。老爷子绝对下不出这样的棋来，就冲他的下棋那冲劲儿，那他要十八岁以下，那前途不可限量。哥，你都听见了？只要他们家长同意他学棋，我就拿出三千块钱送他去长安棋院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只要他承认是咱们棋社培养出来的就行。那肯定的呀。哎哎哎，我说，你们哥俩先别聊了，董家你快过去，你快过去，你打电话叫他说棋啊，我特别想看他下步棋怎么走的。下一步棋，哎呦，估计你就看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也把他吓跑了呀？跑了？啊？哎，这么好的棋手，你怎么能给放跑了呢？有你们哥俩这么办办事的吗？啊？这围棋哪能说下了一半他就跑了呢？你就是把我憋死啊！你这不，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往哪儿跑的？往你们家跑了，哥，你给他。老刘，刚才跟你对弈的就是川儿。
花。春儿，吃饭了。嗯，你先吃吧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先吃饭。那不行，我的成绩不能落下前五，要不然我妈就骂我了。那这次期中考试考第几啊？第四。那不错呀。先吃饭，要不然包子凉了，快点。爸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在想你刚才下完那手棋。我没在骑车下棋啊。我说你在骑车下棋了吗？川儿，你董家叔叔都告诉我了，你就说了吧。真不够朋友。爸，董叔光让我跟一个人下棋。可没想到是你。你真的会下棋啊？我天天听你讲棋，我又不傻，我早就会下棋了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会下棋，你董叔怎么知道的？说实话，没事儿。董叔让胖叔冒充你跟别人下棋。可他输了，我气不过就把他给赢了。对。那人水平怎么样？连我都下不过，还敢跟你叫板？你下的不错呀。还成。爸。谁让你去下棋的？谁让你去下棋的？没去找你妈呀？去了。那怎么？我没进去。为什么不进去啊？去了就回不来了。你从来没打过我，我班同学除了女生都被爸爸打过，可我没有。川儿，爸向你妈保证过。不让你学下棋，怕你跟爸一样，变成个一事无成的人。那为什么下围棋就会成为一事无成的人？那电视上那些棋手都是一事无成的人吗？人那是职业棋手。那我为什么不能做职业棋手？什么？你想成为职业棋手？小胖他爸天天逼着他弹钢琴，可他不喜欢弹琴。他喜欢画画，我喜欢下棋，你还不让。你为什么喜欢下棋啊？因为简单。简单？纵横十九道，千古无重局，从古至今没人敢说下围棋简单的。我说简单，是因为在棋局上对面那个人的心思我都能明白，可在棋局外，
别人想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我那最后一手棋你怎么赢？我震身头压住你。那我要是碰呢？那我就二路拖。胡闹，没人这么下。有人这么下。谁呀？你跟我来。你买了这么多围棋的书，哪来的钱呢？我妈给的早点钱。看，2002年韩国棋王战，李昌镐对刘昌赫。李昌镐的那手棋和你的棋形位置基本一样。刘昌赫震神头之后，李昌镐碰，刘昌赫二路拖，李昌镐飞压之后，刘昌赫爬，棋形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可是这盘棋是刘昌赫赢了。你老说什么棋形要漂亮，棋路要优雅，可是围棋是讲胜负的，棋形再漂亮，输了就没什么看头了。儿子，爸就是倾家荡产，也要叫你成为真正的棋王。同志，同志，我想问一下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那刘八段，我在电视上见过您，你今天真见着真人嘞。报名吧，那边。哎，周，你来看，这就是常在电视上给咱们讲棋那个刘八段。爸，哎，走。走吧，报名在那边呢。哎，再见啊！在咱们那哪有这么高的棋手啊？人家职业八段。初级班的食宿费呢是2000，学杂费呢是1500，对局费呢每一局呢是100，一个学期下来呢至少是10局，所以呢我们要收1000块钱。啊，还有，我儿子报高级班。谁推荐的？有介绍信吗？没有。那还是先报初级班，学得好，以后再升高级班。我再给你把我们这儿的费用说一遍。我们不报初级班，我们孩子水平已经超过初级班了。个个都这么说，我看你啊，大老远的跑一趟，也挺不容易的。这样吧，小陈儿，你去找个高年级的同学。带他儿子去下一局。嗯，好的，麻烦您稍等一下。你填个表吧。你儿子如果下赢了，你就报高级班；输了，就报初级班。行，行。让你不听我话，要是按我说的下，输的就是他。咋，不服啊？
咱俩来一局。以后吧，今天我还要去报名呢。怕输吧？早输晚输可一样是输。来呀、啊，互怕互。来，让一下。川儿，你怎么还要下呀？刚才那盘呢？走走走走。哎不，我都答应他了，再下一盘。哎呀，先报名去，以后你们是同学了，下棋的时间有的是。走走走走。喂。我叫孟思文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刘小川。刘小川，你可别下了，不敢回来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可别下退学哦。不错不错，用了还不到一小时。你叫什么名？刘小川。小川，你被我们破格录取了。高级班的费用呢，是食宿费2500，学杂费2500，与名家对局费。这2000，共计7000元。这么多呀！我没想到能用这么多钱。老师，我这3500我还是……要不这样行不行？麻烦您费费心，把您刚才说那些费用啊，每样添点儿。这样我儿子先学3500的，您看行吗？那哪行啊？初级班还得4500呢。老师，我求求您了。我这孩子确实是个下棋的好苗子，哪家的家长不说自家的孩子是个好苗子？不是，你也看见了，刚才他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人家给赢了。你呀、啊，你就别在我这儿瞎耽误时间了。你要是真想让你儿子学，回去找钱去吧。不是，我跟您说是这个嘛。爸，咱们走吧。初级班的呢，食宿费呢是2000。川儿，别着急，爸得给你想办法。川儿，想什么呢？爸，对手要是听孟思文的话，我就赢不了了。要不说人这儿是棋院呢，藏龙卧虎，高手都在这儿。棋院要是不收钱就好了。刘先生，又什么事儿？您姓刘，我姓刘，我儿子也姓刘，这不废话吗？我是说，咱们500年前是一家，我是个下岗工人，下岗5年了，我也特别喜欢下围棋，为这个我媳妇跟我离婚了，这事儿我管不了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刘先生，我的话没说完呢。要是和棋有关的，你就说；和棋没关的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我说的就是棋。刘先生，您看，这是我儿子刘小川，他有极高的围棋天赋。咱们棋院的宗旨不就是培养天才、培养高手吗？咱们不能埋没了孩子，您说呢？对，将来孩子有出息了，那也是咱们老刘家的荣耀啊！我求求您了，你就把我这孩子收下吧。求我？你这算求我？你出门在外都这么求人吗？学艺要先学德，像你这么低三下四求来的机会，你给儿子做个什么样的榜样？是是，不不不是，我儿子以后一定能成为大师的，他就是未来的聂卫平。你要不相信，刘先生，您跟我儿子下一盘，下一盘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棋院名家对局一局收多少钱吗？您也要钱呀？这样，刘先生，我跟我儿子下一盘，您看看这总行吧？哎，儿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儿子我收了，我看看他将来到底能成为什么样的大师。谢谢刘先生，太谢谢您了。我这儿只有3500块钱，钱不够，我尽快的给您补上。哎，我说这么费劲呢？原来是钱的事儿，这事儿没商量，对不起，我太忙。刘先生，我求求您了，我，哎，川儿，川儿，
诉你，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打败你的，我一定会成为冠军的。哎，川儿，川儿，你给我站住！川儿，川儿，川儿，你孩子怎么回事？你得了病了你？爸都快跟你说成了，你怎么拿着钱就走啊你？啊，站住！你站住你！你是我爸，我不愿意看见你刚才那样，我不愿意看见你为我丢人。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爸那不叫丢人，爸为儿子做任何事情，那都是天经地义的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下棋之前就要赌博，人家下棋之前就要被下肢浪费，为什么？那是人的职业。那你呢？你现在不也就上这么个职业了吗？你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你告诉我爸，你能不能吃苦？想好了，想好了再说。我能吃苦。儿子，咱回家，人家不要咱们，咱们自己学。努力的学，刻苦的学，咬着后槽牙学。遇到困难，你就想想今天，想想你爸爸是怎么丢人的，想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。你要为你爸爸，为你自己争口气。儿子，把刚才那句话再给爸说一遍。我一定会成为冠军的。再用点力。我一定会成为冠军的。再大点声。我一定会成为冠军的。爸爸在15岁之前，根本不知道围棋是怎么回事。爸爸是因为有了这个棋盘，才开始学棋的。那时候，咱们家隔壁住着一个孙爷爷，孙爷爷靠捡废品为生，街坊邻居都不喜欢他。可我跟孙爷爷特别投缘。老往他那儿跑，我特别喜欢他给我讲那些老年间的故事，有时候还帮孙爷打点酒。孙爷爷临终的时候把我叫过去，就把这些都给了我，还特意给了我这个。古棋谱。孙爷爷说这些都是他们家祖传的，爸今天就把这些都送给你了。真的？谢谢爸。爸，我也有东西送给你。什么？
爸。我让你死！干什么呀你？有话说话呀你！你周期盘干什么？你还嫌我这棋子丢的少是吧？你少废话！你说我干什么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你现在都忘了是不是？我答应过你什么了？我，川儿，拿衣服去，跟妈去姥姥家住。我不去，我要跟爸住一起。你跟他住在一起，除了下棋就是赌博，你还能学出什么好来？你再这么待下去，你就毁了，你知道不？走。我不走。不走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。走。爸，爸。哎哎哎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放手你！几天没见你长脾气了，你。谁长脾气了？我是怕把孩子吓着，不愿意跟你走就不走吧，跟我在一起不挺好的吗？好个屁！刘一手，你自甘堕落是你自个儿的事儿，你下棋赌博有公安局管你，川是你儿子也是我儿子，我不能让他学你，学得像你一样变成个棋疯子。没学。什么没学？我到学校去了，老师说他最近学习注意力不集中，我也到棋社问了，你们爷俩现在是臭名远扬，你还要瞒我什么？妈，下围棋是我自愿的，跟我爸没有关系。什么自愿的？什么没关系？你懂什么？你现在只有好好学习，考上个好大学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才不会像你爸这样，除了下棋就是赌博。我爸就赌了一次，还是为了。川儿。刘一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就是说出大天来，我要把小川带走，要么让他现在跟我走，要么我让他两个舅舅来领他。谁敢？谁敢要跟他打出去？不是就清风了，我怕谁呀我？你敢冲我吼？我冲你吼了，我冲你吼了，我今天就吼了，怎么着？吼了！我因为耽误了，我不能再耽误了孩子。20岁不当国手，终身无望。川儿今年才12岁，他比我20岁时候下棋都好得多。我不能埋没了他，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一样，长大了怨这个世界没给他机会。秀儿。你小的时候不是想学舞蹈吗？是你爸非逼着你念的护校。川儿不会走的，老卢的。川儿是我的儿子，我不会拿他当我自己的试验品的。我只是希望儿子能按着他自己的意愿活着，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儿。孩子大了，什么事儿别强迫他。他要是愿意跟你走，你就把他领走吧。家吧。儿子，让爸陪陪你。
儿子，你真沉了。再过几年，爸就背不动你了。再过几天，我们就要代表棋社参加这次全省的围棋大赛了。我们每一个学员都要珍惜这次机会，沉着应战，稳中求胜。我们一定要牢记围棋十诀，不得贪胜。开始。真够臭的啊！怎么了？没说错哟，刘哥来了，我哥这血压呀又上来了。我的血压也上来了。怎么了？春儿从来没有参加过围棋赛啊，可这次围棋比赛要求每一位选手最低也得是业余初段，春儿就没有段位啊。你别说，这真是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多大点事儿啊？没事，这事儿我来办。你行吗？你把那妈字儿去了可以吗？刘哥，川儿这事要办不成，我董字儿倒着写。这里，你和妈不是常来吗？川儿，明天你就要参加围棋大赛了，今天爸爸好好犒劳犒劳你。谢谢爸。臭小子，跟爸客气什么？爸，我都想我妈了。想你妈你就去看她呀。可，我怕她不放我回来。可我还是想他，爸，你就不想我妈吗？别没大没小的。爸，你说我妈还能回来吗？妈。秀儿，这么巧啊，今天你也到这儿吃饭呀？还不是你好儿子，是有事要跟我商量。我爸说过，这是你俩初次见面的地方，有纪念意义。有什么纪念意义？别听你爸瞎说。难得啊，难得咱们一家三口又聚在一起吃饭，坐吧，坐呀。妈，坐坐坐，坐吧。哎妈。这次考试我没考第一，考了个第三。儿子啊，好样的。川儿明天要参加全省的围棋大赛，今天我给他壮壮行。咱们川儿现在可不简单了，在我英明正确的指导下，那棋艺突飞猛进。他们学校老师也挺支持的，说不定啊，这次能给你拿个冠军回来。行了，别吹了，就你那两下骗别人还行。那个。川儿，今天你来点菜，捡你爱吃的啊！我上了洗手间。妈，是不是因为我，你才不要我爸的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。我一直觉得是因为我不听话，所以你才不要我的。傻儿子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？
妈，那你回来吧。爸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现在连赢八场，积十六分。同样积十六分的，这个叫孟思文的孩子，论小分他排在你前头。明天就是你们两个人决赛。孟思文就是长安棋院刘八段最得意的弟子，报名那次就是他在旁边观棋支招。就是那个孩子呀。对，就是他。孟思文一定打败你。有志气，儿子，明天决赛的时候。把这个带上，就好像爸爸和你在一起。天元，这小子太狂了，没人敢这么下呀。这表明他的实力比川强得多，这等于把天仙的七目半至少还回去六目。川没准下不过他呀。五五？怎么又五五了？以前是有这种定式，可现在极少有人这么下。这手棋出现的几率甚至远远低于天元。我川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对手要乱中取胜，川这是以乱制乱。这俩孩子都不按棋理出棋。看一下我，这样的开局我没见过，这百年不遇啊。
今天这棋下的有点意思。这，哎呀，我天，看不了，看不了，血压上来了，我再看下去，心脏病都得犯。孟思文的实力确实很强。刘哥，怎么了？这棋是正悬着呢，出大事了！你跟我来。哎，有什么比决赛更大的事儿啊？就是决赛的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别说，走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这局棋，川只能输不能赢。不能赢？为什么不能赢？哥，你别急。这次川能参加比赛，多亏了我找人组委会的人帮忙，对不对？人家给了高段位，业余三段。哎，这事儿我知道，可孟思文的母亲也知道了。人家找了组委会，要求取消川的比赛资格。要是一般人的话，人家也顶住了。可孟思文的母亲是益生公司的老总，是这次比赛的赞助商。人家组委会只好退一步，跟孟思文的母亲商量好了，孟思文肯定是拿冠军了，让川拿个亚军。人觉得川是块材料，给他个机会，不取消比赛资格了。所以，川只能输，不能赢。说句话呀！你让我跟孩子怎么说呀？还讲不讲棋道？还讲不讲棋德？比赛都到这份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可言？这么做会毁了孩子的。你别发感慨了，要说错咱们错在先。可是也有个程度问题吧？别说了，川必须输，不能赢。真的要输棋了吗？儿子，下棋时一定要平心静气，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，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棋上。吓得不敢回来了。Thank you.
招呼就走啊？怎么跟人家说呀？那你回去后骑射也干不成了？没事儿，大不了爸再去站柜台。人家要是还不要我呀，爸就到工地干点零活。只要你好好下棋，爸就是累死都愿意。川儿，爸就是不明白，爸把利害关系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为什么非要赢呢？爸，咱们走之前不是跟我妈吃过饭吗？嗯。你不是去上洗手间了吗？嗯，怎么了？你走之后，我跟妈打了个赌，只要我能拿冠军，妈就回来。儿子，爸不怪你，爸谢谢你，你是真正的无冕之王。跟我回去，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。我哥跟那个组委会主任说明了情况，人家主任说，川儿做的对。谁不想赢啊？让别难为孩子了。还说，职业泰斗陈九段要同时对阵99个业余棋手，特意点名让川儿去参加。真的？假的？这时候了，我还蒙你啊？川儿，听见了吗？嗯，川儿。很有些天赋，他的棋风很像我的一个朋友，很能挣扎啊。挣扎不好吗？围棋不就是挣扎吗？挣扎是守控，挣扎是突围，挣扎是吃掉对手，挣扎是把吃到嘴里的东西消化掉。挣扎不好吗？嗯，有道理。看来刘先生对围棋有着深刻的认识。不过我不是说挣扎不好，用你们的话说，路子有点野。野百合也有春天。刘先生，我想请问，你是如何看待输赢胜负的？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那赢十几目和赢半目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这只是实力的问题。嗯，恐怕这只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这也代表对人生的态度不同。刘先生，我想收这个孩子做我的关门弟子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好事儿啊，好事儿啊，陈九段，这我们求之不得呢。按老李的话，应该磕头拜师的吧？说说说说，起来磕头。不，现在不兴这个。这个学生，我收下了。哎呦！刘哥，刘
儿子跟您学，一个学期得收多少钱学费啊？刘先生，你多虑了，钱财对我来说那只是身外之物。你放心吧，这孩子我会好好教他的。陈九段，不，陈大师，真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刚才……你不要解释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你现在最应该感到欣慰的是，你有一个围棋天才的好儿子，一颗好苗子呀。爸，儿子，刘先生，早听说你棋王的雅号，如蒙不弃，还请赐教。不敢，陈先生，那我就班门弄斧了。刘先生，如果我的老师在你20岁之前遇到你，不敢说全世界，中日韩三国的棋迷就都认识你了。人不能事事都如意，他们能认识我儿子就行了。我希望他们以后指着我说：“看，那老头，棋王他爸爸。”哦，对了，老朋友，最近在韩国举行一个少年围棋国际大赛。我打算带小川去开阔开阔视野，你意下如何呀？行，行。1-4，拐头。2-3，粘。1-3，长。1-2，挡。1-5，粘。爸，我输了。你输了多少？2.5。川儿，你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不说，爸爸也知道。咱们去找你的妈妈。